各位网友，我们又回到跟我们蔡老师聊他的作品的时候，也许各位跟我一样的很好奇，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泥土，我们怎么样把泥土变成这么漂亮的造型？我们先姑且不说这造型是您怎么样把它设计成这样，但是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泥土跟金属，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神奇耶！您制造过程不保密吧？没有问可不题，可以跟我没们问讲一题，下？绝对没问哎，题。哎，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很有趣啦。那我们先找这一个啦，小瓢虫。对，小瓢虫啊，你看这个色彩，这个色彩是不是让你也联想起像那面人呐？还有你会不会想起像庙里面那些他的线念，像这个彩啊，这个胶纸桃，都有那么样的接近。其实没有错，我从那面人呐，那个像不同颜色的面，把它揉在一起然后来创造这些图案。当然，如果这么说的时候是，应该已经很接近，但是不一样的是材料这个不过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材料啦，有时候创意一样的时候，那个结果都一样可以创造出来。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从古代的胶纸陶啊，我们去对我的那种那个颜影响，色，哎呀，那个还启有发，像花丛鸟鱼啊那种感动，是，所以我就是把我们的这些既有的传统文化，我如何去用新材料、新创意，还有时候呢，是一种跟时代脉动的，就像时尚一样的，是，去把它整个再传承下来啦。可是我觉得您这些造型都走在时代尖端呢。真的，哈哈哈哈！我那对对哎，对。反正我就是听到您这么土的一个人，土的。我想这么土的一个，怎么一看到作品是这么样的时尚，对对，很有时非常尚的时感。髦。对，那这个这些颜色都是后来再上上陶瓷做好的再上釉几料乎没吗？有太多上颜色，这个是本身涂的颜色就在里面了，哦，因为是，大家看我的手粗粗的，对，没有办法那么这个做那么是，细腻的描啦，这个土是原来就您已经把它颜都色，是我把一个白色的陶土，然后呢，加了我们颜，的这些颜色实际上是金属氧化物，金属氧化物在我的理念里面是怎么样呢？有一次很多年前呢，我到那个黄石公园，美国这个黄石公园去，哇，我突然看到那个断层，那断层裸露的那这种个各里种面的颜色颜的色，岩石啊、土质啊，我突然领悟了，我就说颜这色都些在涵对盖啊，里因为那面，个是一个新生代的一个地质，我是，觉得地质是由火山经过这个像金木水火土这些材料整个在把它产生了。我的概念里面是这样想的，是火山是一个很大的窑炉，创对，造了这些各种的食材，各哎种呀，的种，而我的小窑炉就是一个小小的火山。是，那以前我们的釉药都是一个表面的，我现在刚受是到整说，个里面都是这样，对，就是那个对，岩石，它怎么形成那个色彩，我就去从那里面去学习。哦，那啊，一师法哇，自我然现呐、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颜色都对是呀、啊，一个自然的一个元素在里都头，是自然自的然的那元种，素。都啊，差不这个多小一青样。蛙也多可爱对，啊！就是您都是自然元素在里面，就是我们本来把釉药是另外在那涂个在都土是一上，个但您像现在毒等药于一把样，这种我们讲比较白一点，就是把那个釉药也是一种元素嘛我们一就样把那个釉一药样一样，就和在里面，就像捏面人一样，就和在那对个陶对对，土里面。非常的接近。意思就是说像我们如果说涂釉药是表面一层，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整个都是一整样，个里面。对红的就原来里面都是整块红的对，对，没有错，如果说蓝的里面就整个都是蓝的，就像木材一样啊，你再对，把它爆了实啊，实实心的在在，木材里面还是一样对的对对，木纹，意思说我们把外面就如果磨掉磨的掉话，里面里还面是，还是这样，对，哎呀，这太就是扎扎实实的扎嘛，扎实实的所以你看那个，不过就是说这个现在重量都是轻轻的，所以它是对，空心的。是哎，因为我们也创造一种大部分的东西在这里面呢，因为
我不希望重量变成一个负担啦、啊、我希望重量能变成能量啦、啊、哎，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蔡老师你，我越跟您聊我就越加钦佩你。我要讲蔡老师是我们校友，我们优秀校友在这里、啊、我很高兴我们台艺大真的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人才，并且呢我们不是关着门在家里优秀，您真把这个中华文化跟您的创意发挥到国外去哈，没有错。嗯，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比如说举几个例子，都有哪些这个明星啊、贵妇啊，或者说名人用过您的这些作品？其实那些人我最不关心了、啊，但是也可以提一提，因为我这个人。最有兴趣的是刚像你带着，对我来讲有一种感动、啊、对那些大人物啊，不过我也感激，像他有几个人我非常感激的、嗯、就像那个克林顿的太太希拉雷、嗯哦、他现在也是当国务卿嘛、嗯、他也算是我的生命贵人啊、嗯、他因为不要说我的贵人啊、嗯、他对公益界我觉得是有贡献，也算是有重大贡献的。我的定义，贵人不是权贵人士，是是是是，而是能尊重后世，能把你的也贵重的你的理念、你的生命价值，或是一个产业的能量的人。嗯，啊，这个人呢，就像，他在1993年呢，他把美国就是成为就是说。美国公益年、哦、就是把纯公益的这个位阶啊、嗯、提到跟纯益是一样的，是是是，所以在那一年我也被选为像美国杰出公益家、嗯、啊，那我们的作品的白宫有收藏、嗯、是啊，对像这样子的、嗯、那在另一方面呢，像现在在前一阵的国务卿啊、嗯、这些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人呢、啊嗯、他们都是我们的粉丝、嗯、啊，带着这个我们的作品的时候啊，他就代表有着他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些人士他不宜戴穿金戴银吧、嗯。不过您这样讲啊，您这样讲啊，我对希拉蕊的看法就有所改变了。我以前只觉得她年轻时还蛮漂亮，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政治人物啊。她在以前在当总统夫人的时候也当得很称职。对对。她对艺术方面有她独到的眼光，而且她对艺术家的尊重，这一点让我觉得我对她的。我个人了哈，我像我们网友一样，对他的评价又增高了一些。嗯，我相信这一方面，因为我对以前对他也有一种成见，嗯，不过是也是我个人的成见，但是看他对于一种这些比较弱势的，嗯。也包含不只是公益产业，但都是团体、嗯、我们现在不谈这些人物，他有注意到这些，我们就谈这个弱势。嗯，这也都是我在努力学习的一件事啊，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就说平凡不代表平庸啊，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卑微，没有卑微的生命，对，只有庄严与华丽，是，在我的眼里啊，另外没有伟大，嗯，就说巨大不代表伟大，嗯，是，哦，那种伟大的对我的定义啊，嗯，不是一般的那种所谓的巨大，嗯啊，所以我的这样子慢慢就说我在国外学大型雕塑啊，也曾经也好像也有一阵子老师又突然就发现说，嗯，我有传人了，嗯，就像当然我父亲觉得我说是一个很优秀当医生的料，我不当医生，嗯，因为做我那样的爸爸的，看爸爸那么辛苦的行医济世啊，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就是不能当医生，啊，是，但是我觉得你说你原来您的令尊大人是希望您当医生，当然那是救人的生命嘛，啊，就是，不过呢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在当医生，你说的好，哎，我觉得你还在当医生，我这里要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嗯，在我事业略有所成的时候，啊，是有一天我爸爸他就跟我说，哎，我们两个同行，哎，哦，我说怎么会是呢，嗯，你是医生，我是从事医师工作，嗯嗯，他说医术，嗯，医病艺术
一心，对，难道不是同行吗？是啊，对，我现在就要讲的就是说，我说您现在哈，对，设计这些东西，其实哦，我们不在于它的美呀、啊，它的外形，当然是外形美，颜色这都不用讲，这一定是非常棒了哈。那但是就是我是说，您设计这些哦，尤其你对着昆虫，第一个，昆虫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你把它歌颂啊，把它歌颂它的美。你看把它放大以后它多么美、我们从来没有没有发觉的昆虫有这么美哈、啊而且你现在做这些东西出来，你不但是一你说比如说我今天不舒服，但是我今天看到你这些的，我赏心悦目之余我心里多愉快、非常愉快，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觉得啊，你一个艺术家你没有做得多么的浩大不得了，而是你来歌颂赞美这种小东西小昆虫，我觉得你这人就非常伟大。并且我们在歌颂赞美这个昆虫之余，其实我们已经在为这个地球在请命了，我觉得对对啊，不是你不你一在人家心里，而且我们再把它扩大一下，如果大家的心都是像你这样的话，爱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任何一个小东西的话，那我们等于是医治这个地球了嘛？那比你金尊大人还要伟大呀！没有没有，我刚才大概两小时前，一个台湾很重要的医学教育基金会啊，又那个秘书叫我赶快来，又把这个系任的这个董事啊签好，要不然不能走啊。是，我就说请你报告董事长。我称职吗？称职啊！他董事长这么说了。你现在在做的，在官僚关怀这个环境、生态、自然与人心，这不是更前卫的一种医疗吗？对，而且我们蔡大师，你的最后第四把土，人间净土。对，那这更是要亲近人心嘛！啊，亲近人心。对啊、如果是真的蔡大师那个梦啊，能够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而实现的话，当然你只是你能启发别人，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对 对, 对。所以你讲的人间净土，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种的醒悟，然后我们能够大家通通共同达到你的梦想，这个人间净土的话，这是大家共同的梦吧？我们共同的梦，而且真的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每个人都有这种醒思的话，实在是。我们人的福气也是地球的福气。对，我心里是这么想啊。像你刚刚谈到很多如何去爱，我这么想。当我们心中有爱时，是人就会真。对，人真呢、啊，就善，就会善，就会有美。对，人就会美，那就是更美了。对，世界更美好。艺术的真谛叫做真善美啊！我觉得这谁发明的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我们好有默契呀、啊！讲的真是好啊！所以而且我在跟您这样的交谈中，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的真的讲的非常真的一个人，而且你好敬业哦，那么早就来啊，实实在在。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人，他不是我们看到他是成功而已，他的背后付出多少的心血。多少的努力，多少的执着，跟多少的爱，才会成功啊！所以，我们从很多大师的身上，我们学到很多启发啊！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好好的努力啊！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借鉴啊！我希望给我们网友也很多的启发。我们待会儿再跟您多聊一下。好啊，荣幸。